想问问这个丹青老师，就是说你这个前些年啊一直说这个美国好啊，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也有问题，孩子被扼杀等等等等，他说但是你看现在出去留学的都回来了，对吧，全世界都看着我们这个中国的美国美帝国主义，你瞧现在都闹成这特朗普美帝国主义的感觉都该打内战了，对吧，你现在还怎么说呢？我投降。我现在明白了，是闹了半天是这样的，我刚才所以说他说我不敢说我一直不明白。